不是，咱们还是得就是各付各的钱，你懂吧？女生果然还是要给自己多花点钱。我明天一定要搞定我男朋友。小美女，天生丽质再加上皮肤吹弹可破，您放心，什么样的男生都会手到擒来的。哎，擒拿我最在行。美女，要不您下次来的时候试试咱们的临时驻颜套餐，您相信一定效果更好。游泳馆是吧？消息没错，果然在这儿。今天我就用一场英雄救美的好戏把人拿下。唐绿呢？大姐，你能不能换个地方演戏啊？你要在这儿溺水游泳馆关个几天，我们还怎么训练啊？都怪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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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怪你！干嘛呀？说啥呀？你看你这，又是装病，又是溺水的，吃力不讨好，不如。我来帮你治堂弟。你真有这么好心？作为交换，你要帮我打听小星星的行踪。哎，追人要讲策略，同性之间套衬息比异性之间方便多了。咱们俩合作，近水楼台，一定是事半功倍，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Lexu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